你个臭流氓，无耻！心里边一直有块石头没落地，大哥，你想好了吗？平安活还没完事啊，村长不说今天开始吗？你快点的啊，我知道了吧。行了行了，先去把吃开了，回来再干活，傻了点儿。饭已经好了吧，在锅里，那我先去把汁开了，你一个人先吃吧。哎，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人类你的心里藏着谁，意义不难寐，如果就是秋雨会更美，像风啊吹，风尘飞，谁去不再归，一伤人啊醉，人流泪，只不前后退，只愿恩无畏，恩无罪，奈何皆是非，世间本无悔，本无黑，人都生归美。请问这里是阿南家吗？你谁呀？你找我干什么呀？啊，您是叔叔是吧？哎，叔叔你好，我是他女，大学同学，我叫曼雨。啊，大学同学呀、啊，里边请，里边请。哎，叔叔稍等一下，我给您买点礼品，一点心意。
家里来客人了。哦，我是他大学同学。嗯，怎么的？还想跑啊？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啊？我知道。你在宽巷有几天？我现在是真没有。啊？什么？我都宽巷你几天了？我他妈在宽巷你，谁宽巷我呀？干什么呢你们？请女方尊重点儿。哟，大哥，这年头还有多管闲事的呀？妹妹，要不他欠的钱你给还了吧？他欠你们多少钱？我替他还。不多，五万。我出门没带这么多现金。哎，这样吧，我留个电话给你，明天钱一定还给你，五万块钱一分都不会少。哟，你跟哥几个开玩笑呢呀？我们今天必须得看见钱。哎，怎么跟美女说话呢？也不是不可以，晚上陪哥吃顿饭，我可以关心你一天两天，吃高兴三天也可以啊。你个臭流氓，无耻。我真他妈是给你点脸了。儿子，工资结回来了吗？儿子，工资结回来没？我们是来要债的，不是来要饭的。阿南，叔叔欠了他们五万块钱，可我今天身上没带这么多钱。他今天晚上，他让我去陪他吃饭。我爸欠你们钱，我会还的，不要为难他们。我可以再给你三天时间。但是他打了我这个耳光，怎么办？嗯，来，让我看看你有没有血性。那个钱我会还你的，不要为难我，好不好？没事，不怕。哎，你闭上。
没混。说话有算话，不然你不配当大哥。父债子偿，我父亲欠你们的钱我会还的。叔叔阿姨，曼宇回来了，曼宇回来了。妈爸回来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阿南。曼宇阿姨，我把曼宇送回来了。你上哪去了？电话一直打不通。你是不是惹你妈很着急？啊？妈，你看我这不都回来了吗？手机可能没信号，没听见。哟，姑娘，你这脸怎么了？他妈给你干的。这脸好像有点大了。还愣着干什么？带女儿上楼，拿冰块把脸扶一扶。去呀、啊！妈，你不要管阿南，他为了保护我，头都受伤了。放心吧，跟你妈妈上楼，爸爸会处理的。我女儿脸上的伤怎么弄的？啊？对不起叔，都是因为我家里的事情，我妈也受了委屈。在这我跟你道歉，对不起。道歉？你一句道歉就能瞒天过海？你那点小心思我心知肚明，啊！叔叔，我告诉你阿南，你对我女儿的好，在我这儿一文不值。你接近我女儿，不就是为了钱吗？好，我给你。我们家是穷，没有你们家有钱，但是我没有想到你作为曼宇的父亲是这样突如其来的人。没想到你这山林凶草的这么有骨气，有能耐今天你就别弯腰捡健康卡。欠你的钱我会还的。孩子，你爸爸之所以变得这么颓废，都是跟妈妈的病有关，是我拖累了他，为了给我治病他欠下了太多的债，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他，这是妈妈最后的心愿。Thank you.
走吧。茫然踏着田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坏自身，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大哥，你想好了吗？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寒，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无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大哥，他们回来了。走，下车。兄弟，你来我这儿有什么事吗？今天我来呢，是跟父亲吧。看清楚了。是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怎么不联系我呢？慢师傅，你想到我？叔叔，我们家资金出现断裂，需要鼎力集团出手援助。只需要你担保。叔叔，放心吧，就凭我们两家这么多年的关系，你只负责做担保，签个字。阿南，你干什么呢？你有弯腰的时候啊，也有害怕的时候。我给你两个选择：一，我今天带着钱走；二，你叫我接动头。我给你三年时间够了。三、二，媳妇儿，去把户口拿回来，快点去，去呀、啊！阿南，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你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当年你父亲用一张银行卡买下一个男人的尊严所应该付出的代价。阿南，是我有眼无珠，当年你救了我的女儿，我却侮辱了你，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高抬贵手。告诉你，我给你三天时间给拿回来，就三天啊，记住，人生路漫长，切莫狗眼开你啊。只剩呼吸，眼泪已落地成泥，我的视线里没有了你的轨迹，要试着忘了过去，只是记忆。我没有想到你会在这个时候追上我，或许我俩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从今以后你我两不相欠。